你上一个男朋友，上一个男朋友，上一个男，上一个男朋友是在哪里认识的？我没有上一个，上一个，上一个，上一个男朋友。快！最近一次旅行要去哪里？日本。金姐被炸了！计时开始，快快快快快！应该射的蛮短的，你快呀、啊！你有几个男朋友？我一个男朋友都没有。快！你今天的 bra 是什么颜色的？嗯，不记得了。哎，揪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舌吻最长是多少时间？好问题。好像两个老人家在遛弯儿。那个。胜利的啦啦队。